《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因为你这一代接触的异性一定比我们多，因为你又是大复兴，但是感谢主这一代设计了很多这些网络的沟通平台，这些平台你不需要去接触姊妹，只不过在上面信息上交流，咁就真係可以係好中性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你见到个 icon 㗎嘛。当然啦，个 icon 系呢、这个佢可能搞个好奇猫或者啲傻瓜狗咁样趴地熊咁样都得啦，係咪？咁你见住个 icon 然后讲一啲嘅说话或者大家留言㗎嘛。而唔系话真係肉身嘅去到呢个地方一齐去食嘢一齐去接触。即係话我讲緊呢啲嘅交流呢啲交通大部分呢唔系肉身上呢去亲近嗰个人。因为而家我讲紧嘅就话，其实男同女一齐嘅时候，仍然可以系群体活动系 OK 嘅，系 OK 嘅。因为群体活动点解会通常好多人去选择群体活动？因为群体活动被神设计出嚟咧，或者被社会设计出嚟，已经发现一个特性啊。社会设计出嚟就系群体活动系好中性嘅吓。咁、当然好多败类大学啊，成啊，佢搞到好邪情私欲都爆晒喺度啦，系咪？即系话搞到男同女咧，已经系所谓打成一片咧，但系已经系特登系搞到咧系好色情噶嘛，系咪？咁嗰啲就禽兽不如啦。啊，我讲紧咧就系话，其实好些以前比较保守嘅社会都知道，群体活动系比较中性嘅。吓、啊，咁就我哋系你发觉喺嗰个过程当中，你哋真系走出嚟唔系为咗男追女，而系真系可以叫做正正经经嘅去有个社区，正正经经嘅喺信仰上面去做得好。所以你到主日我哋都系一个群体聚会嚟噶。咁係 OK 喎。但而家我讲緊嘅就係话，因为你朋友嘅理由呢，譬如好似你弟兄咁，两个弟兄走去睇到戏，或者两个弟兄走去食餐饭 ,OK 㗎喎，因为朋友嘛。但如果你用朋友呢个字摆喺女嗰度呢，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诶、朋友㗎嘛，所以我哋一齐去睇到戏，朋友㗎嘛，我哋一齐去食餐饭，得唔得？我就係讲緊男同女唔可以做朋友呢，就係咁解啦。但你问题唔係话你哋唔可以有一个叫网络上嘅联系，或者是打电话啦，或者是直接 WeChat 啊、Line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啦，是可以嘅去建立呢啲群组。但是呢，记住啦，你建立咁样嘅方式去建立个群组去接触异性嘅话呢，是为咗唔会犯罪。记住啊，但对于一个其心不正嘅人呢，立心不良嘅人呢，佢係利用呢个去犯罪。好大分别㗎。咁所以你睇到啦，即係我唔能够设计咗喂咁一定安全，係咪？唔系噶，因为有啲人就利用呢样嘢去犯罪咯。你要睇到，譬如好似 WeChat 咁摇一摇，好多时啊，身边有好多呢啲人咧，就会 connect 你，咁跟住又啊，就卖弄色情，乜都有嘅，系咪？佢哋都系藉住所谓朋友去建立呢、这、一个诶、啊，利用佢建立犯罪嘅渠道啫嘛。所以变咗，而家我所讲紧嘅呢一啲社区渠道咧，唔系话你一用你就一定冇事。我而家系讲紧咧，咁总好过咧，你一男一女自己单独出嚟，单独话做朋友。宁愿系用咁样隔山打牛，当然啦，如果你发觉对方其心不正嘅吓，无论系男女吓，你都一定要避之则吉吓，你一定要将佢啊 unfriend 咗佢啊，唔好做朋友，你 cut 咗佢。因为记住，我而家所讲紧嘅唔系话哇得啦，呢、这、一个系可以妨碍到神俾你嘅成长啊，因为你用咗呢样嘢咧，你就唔会喺呢方面咧有试探有引诱，冇办法。冇可能有嘢妨碍到神所俾你嘅成长，神俾你嘅成长系使到你咧系有考验嘅，咁所以变咗我而家只不过话俾你听，呢样嘢系会导致到咧你可以喺熟练操练里边自律上边系能够隔开咗呢啲嘅试探引诱，唔系利用呢样嘢咧就一定 OK， 因为如果你利用呢样嘢嘅时候系导致你成为一个渠道去吓、犯奸淫啊，又或者甚至系搞到你喺道德上面系非常之沦落啊，咁呢一个。是你自己内心当中自己取舍同埋试探。咁所以变咗而家讲緊係慢行，因为喺你哋嘅上一代呢，我哋冇呢一个，即係在我嚟讲，就算搞圣安教会都係叫做吃力㗎。咁、啊、但係当然啦，而家我所讲緊嘅就係、是、神点解俾呢一代有呢啲工具，因为将要嚟緊呢，我哋下一代嘅年轻人呢，一定比我哋上一代嘅领袖呢接触姊妹多十倍。
即系话你哋接触嘅复兴咧，即系当然啦，男女多咗十倍咁啊，自然姊妹都多十倍啦。呢个复兴咧会接触更多呢一啲好多嘅会众，而喺个过程当中咧，就变咗会有更多嘅取舍同埋试探吓。咁所以变咗，就算有啲结咗婚嘅，你会冇试探啊？都会有噶。所以变咗，与其你喺呢个试探当中，神谕十个出九个死咁，或者十个出九死一生，或者十死无生咁样吓，即系与其咁嘅话咧。咁所以神喺呢个时代当中系俾咗好多工具我哋咧，系我哋一样达到侍奉嘅目的，一样能够喺复兴当中能够应付自如，做翻我哋上一代嘅优质，但系同样咧又却能够应付个庞大嘅复兴量。咁但唔系话呢一个系杜绝咗任何成长嘅人咧，都会喺呢个过程当中唔会有呢啲嘅欲念啊，或者唔会再可能犯罪，唔会噶。你成长当中你自己。明唔明啊？个个都始终自己系其心不正嘅话，始终都揾到渠道去犯罪。不过你唔犯罪嘅话咧，其实系有一啲嘅工具系会帮到你嘅。而家呢个社区、呢个社会，咁但系就算呢啲工具一设计出嚟，就唔系为咗吓防止你犯罪，或者系帮助你唔犯罪。只不过就系当我用到呢啲嘅时候，我就会咁样利用佢，为咗咩啊？为咗我自己能够信仰成长啦。为咗能够喺咁嘅过程当中，能够喺见证榜样当中能够做得好啦，咁所以变咗你哋身为下一代，你哋冇错有你哋新一代嘅挑战，但呢个新一代嘅挑战唔系话我应该面对，因为我已经系上一代嘅，我已经系会随着时间会慢慢消失喺呢个时间长河度，但你哋却系慢慢兴起喺呢个时间长河当中面对你哋自己神俾你嘅人生嘅成长、时代成长同埋你嘅考验，所以你哋作出嘅取舍，我只能够成为你嘅榜样。我唔能够成为你嘅监管官，我成为你嘅监管官嘅话，你要咁先至唔犯罪。咁大家知啦，咁你有祸啦，系咪啊？咁所以变咗，点解我提到就话引用呢一节，然后讲到男同女系做唔到朋友，但系我提供一个方法，呢、这个方法系呢一代先有，甚至连我哋上一代都冇噶。我哋用好多其他嘅方法咧，既尴尬亦好避忌底下先至做得到吓，先至能够去将佢做得完美。但你哋呢代呢就已经有哇好多工具比我哋更加做得好啦。咁当然啦，我哋呢一代我都会开始用呢个方法啦吓。但就算而家咁，我可以讲翻，我除咗我同我太太之外，我冇同任何一个姊妹有单独嘅 WeChat 或者系呢一啲嘅所谓网络联系嘅冇嘅。就算我系同一啲嘅姊妹去联系嘅话呢，都一定系群体嘅。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坚决立志深爱神，奉上我的心，我愿踏上这道路，尽我力为身，要奉献我的光阴，寻求主指引，从不计路远，从不计万千苦困，我愿决心为神相信，倒转挪开灰尘，更竭力寻着真理话语，靠着上帝恩，我愿爱惜每一分一秒，全活全为见证上帝，热诚爱神，持续到最终一天，冲破路困。